不是爱情吗？你的大慈大悲到底在什么地方？让我们再见一面都不行吗？就见一面。甘愿受罚，阿弥陀佛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看到你这样子流泪，我的心好痛。你不要伤心，我不要你哭，我一个人流泪好了。你不记得我，没关系。记得就可以了。见到你之前，虽然我已经修炼了一千年，可这一千年都不如跟你的一瞬间重要。你知道吗？就算要经历再多的苦难，是死轮回，我都不后悔。错。
啰嗦。